一周的第一天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为怕犹太人，门户都关着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，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见了主，便喜欢起来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就如父派遣了我，我也同样派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，说：你们领受圣神吧。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。你们保留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被保留。